小朋友，今天呢，郭姐姐要讲的故事就是有关于一位有志气女孩子的故事，那就是花木兰代父从军。相信花木兰的事迹呢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那就是讲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打仗，而且还连连打了胜仗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由布偶所表演的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。怎么办呢？这么办，而人呢？啊？哦，刚才还听到他在织布呢。哎呀，女儿大了，心事也多了。这两天呢，我就听出他织布的动静啊，不大对劲儿。哦，你这当爹的太粗心了，没注意他织布机子一会儿响，一会儿就没声了嘛。哦，哎呀，告诉你啊，那是他在发呆。好好的发什么呆呀、啊？我说你呀、啊，就是粗心的。爹，娘。嗯，怎么？怎么？你怎么？你们不认识我了？哎呀，女儿，你这是耍什么把戏呢？爹，娘，你们别瞒我了。可汗的点名册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们要爹去打仗。可是他们也不想想，爹这么大的年纪还能上阵杀敌吗？女儿主意已定，我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替父从军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木兰呐、啊、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过女子装扮成男人去当兵打仗的呢。哎呀。
木兰呐、啊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。娘，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我是真的要去。不行，木兰呐、啊，你以为当兵打仗就那么容易吗？啊，不用说是冲锋陷阵了，就是平时的粗糙训练，你都是受不了的。可不是嘛，木兰呐、啊，女娃娃只能在家里烧烧饭、织织布。要是你嫌闷得慌啊，明天娘陪你上山挖野菜去。哎呀，爹娘，我怎么说才能使你们二老相信我真的能行？你怎么说都不行啊！哎，一没有男人的力气，二没有男人的胆量，三嘛又没有男人的精力、啊。爹，哼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倒更不服气了。当兵打仗，不就靠的是勇敢和武艺吗？木兰虽然没有跟别人比试过，可是，爹，你敢和女儿较量较量吗？木兰，怎么能跟你爹这么说话呢？娘，你就同意让爹和女儿比比武艺吧。要是我输了，刚才的话就算我是说着玩的，可要是爹输了呢？爹，你说怎么办？嗯，我根本就不会输给你。那好，我们就比比看。爹，你年纪大了。啊，你是笑话我老了？哼，那比就比。好吧，比武喽，比武喽。哎呀，木兰，老头子啊，你……哎，慢，我可是有言在先，比就要真比，要是摔疼了、碰破了，可不许哭鼻子啊，听到吗？哎呀，你这老头子，娘，你就让爹比嘛。哎，爹要是赢了，你就无话可讲喽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家里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输了，我要是真的输了，那就证明你的翅膀确实长硬了，想飞那就飞吧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爹，您请。女儿，来吧。嗯，爹，原谅木兰的鲁莽了。嘿嘿，好。老头子，爹，你到底老了，腿脚不如你。哎，这次让他占了便宜了，不过这不能算数。哎呦，老头子，爹，你想反悔啊？啊，不算数，不算数。哎，不行。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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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砍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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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老头子，啊，爹，爹，原谅女儿的鲁莽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次你又赢了，不过还是不能算数。啊，爹，你怎么能？哎呀，木兰呐。既然你想当兵，那十八般武艺都得精通才行啊。打仗可不是擂台表演，那可是真刀真枪的干呐。啊，爹的意思是要女儿再跟你比比刀枪的功夫。哎，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，老头子。娘，你就尽管放心吧。啊，老太婆，你刚才都看到了，我们木兰的武艺还是真有长进呐。是啊，虽然说他不是个男儿，
可只要好好的培养，也许还真是一块忠勇报国的好材料啊。老头子，这么说你真舍得让他走啊？这要看他能不能挡住我这根钢枪。爹，你等着。爹，接着。嘿，哎，嘿，好，嘿，哎，哎呀，当心呐！嘿，快走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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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哎，嘿，哎，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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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哎，哎呦！爹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爹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嘿，哎，哎，嗨，哎，啊，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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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，哎，哎，好了好了，爹，你说怎么样？老头子，哎。爹，你说我像不像个战士啊？就是这声音呐，叫里叫气的，不像。那爹你听着，二老在上，请受孩儿礼拜。啊，快起来、啊、真不错，真是不错。木兰，你真是要去了，怎么叫娘放心得下去呢？是啊，娘你就放心吧，相信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哦，哎，爹你别伤心。哎，木兰呐，在外边要小心呐、啊，要准备处处吃苦啊。爹，我记住了。啊，木兰，娘舍不得你走，舍不得你走啊。嗯。爹，娘，你们多保重。我走了。木兰要小心呐、啊。啊、小心呐、啊，木兰，要小心呐、啊！要小心呐、啊，孩子。花木兰告别了父母，这就从军去了。凭着他的武功。